我高高的，我看他能弹几下。嘿，嘿，哎，嘿，哎，哎，自己手带走，还带走一个，对，你赶紧要一个。我打，跟使劲没关系，我别一个都进不了。你们再进十个，赶上我们了。我们还上吗？我们是不是提前结束？上。体育精神，这是必须战斗，战斗到最后一刻。对对对，那就一块来结束一下。来，三二一。哎，哇，我也进了一个。进了吗？进了，进了，进了。比赛结束，最后的比分是13-3。哦，恭喜洋九郎队伍获胜。有两个是你进的。啊！洋九郎队伍获胜，胜方绕场一周啊！好，然后这边胜方呢，奖励您50痛快值啊！那接下来就请各位来，所有一起，我们一起来品尝美味的牛肉汤吧，好吧？好好好，来啊，来，老板上汤。这个里面的是比较创新式的一个汤，像正常的话其实就只有肉啊，还有像是这个杂干之类的。这个里面就是有血，还有豆腐丝。你们年轻人为什么少喝呢？你年轻吗？你几岁了？我98年的。你98年的呀？我05年的。你别跟那吃了。哎，你们零零后为什么喜欢喝汤啊？因为我是洛阳本地人，喝汤的话就仿佛刻进我 DNA 里面了一样。特别是像马上天要越来越冷了，你早上来一碗汤的话，你不仅全身上下都是润的，而且就是从头到脚都是暖和的。哦，就像他说的，刻在 DNA 里面了。就像我走在哪儿，我还是喜欢吃那个蘸酱菜。对，你看我最治愈我的就是炸酱面。都有自己的本命食。对，但是我们来到这儿，你讲什么叫本命食？本命食就是最适合自己的一种食物。对，嗯，像这种汤，我们来到洛阳之后，我们要尝一尝当地人的本命食。对，你一尝，真的，其实它也可以当做你的本命食，很适合我们北方人的口味。对，而且哎，对，咱这这么好喝的，大学里会排队吗？应该是没有问题啊。首先它这个东西，你首先它物美价廉，对吧？嗯，你8块钱管饱啊，而且还有一个种、管饱啊，管饱。哦，这个8块钱我租个碗，然后我拿这个碗随便盛。我喝完他制成，他盛完我。二位只要干得出来这种事儿啊，那说实话，我们真干得出来、啊。那个汤是真的很好喝。你觉得在学校里面，大家吃早餐的时候多吗？多，因为我们早上要上课。那像咱们这当地的多吗？大部分就是河南里面的学生还是多的。嗯，外地的还是少一点。咱们就卖他们本命食，行。再来一碗，老板。小街锅贴，进。冲冲冲！哈喽哈喽，欢迎欢迎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小街锅贴。相信啊，两位都是资深的吃货，就明白啊，越日常的食物啊，越难做得出挑。而这家锅贴啊，把咱们日常在家里吃的食物做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北宋建隆3年，公元962年，宋太祖赵匡胤命名锅贴。锅贴在洛阳地区盛行，后来随皇家南移，锅贴被带入江浙，一时风靡大江南北。小街锅贴从选料配比、制馅包制到煎制出锅，坚守传统工艺，在2009年申遗成功，正式成为省级非遗美食。所以来到锅贴的发源地啊，咱们来尝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。
我看看怎么个事儿。但是在尝之前，咱们先进行木头人吃锅贴挑战。本场呢，我就是裁判，这两位是我们的游戏玩家。我希望两位老师都可以选我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被两个男人争抢过。是吗？对。那今天也不会例外。又被帅哥给辜负了，为什么？那弟弟先选吧。好吗？嗯。走吧。帅哥。那我选小红。木头人吃锅贴规则 ：NPC 背对玩家喊出木头人一二三后转身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两组玩家从起点出发，吃完桌上的食物才能继续向前。玩家一旦被看见动了，必须返回起点重新出发。看到了，回去。最快抵达的一组获胜。哦，接下来就开始游戏。一二三，木头人，木头人。来，准备，一，二，三，木头人，我直接把他们端走。我也有很好，很狠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一，二，三，木头人，木头人。嗯，我举报他在动。小郭，郭，我看到你动了，他没动。他抢我的盘子，太过分了。哎啊啊！怎么回事？这边请。来，继续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木头人。一、二、三，木头人。一、二、三，木头人。都回到起点。都走了，都回去，都回去。咱就这么一下了，好不好？怎么样啊？开始啊！一二三，木头人！哎呦！我这撞击力不小啊！确实不想用手摸你，主要是。宣布结果啊！小郭触碰到了我，我来检查一下。触碰到了我。虽然小郭在最后碰到了我，但是没有吃完，取消成绩。什么？那么，本场的获胜者是你们。50通快值，请收下。谢。现在坐下来，咱们慢慢的品尝一下。可以。我们一开始也是因为非遗的名气啊，很多年轻人想尝尝，来了之后，哎，确实被这味道所征服了。哇，很香！哎，开动吧，喂。哦。